农历十五，庙方举办谢灯仪式，换上新的宫灯，广场上邀请知名书法家挥毫送春联，迎接兔年到来。民众索取吉祥春联，还有可爱的图画春联，都很受到民众喜爱。老师有帮我画一个兔，就是吉祥。金嘛，就是可以金兔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带一点黄金，让金兔啊，金兔满满这样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就是迎春嘛，是今年的好兆头啊。化春娘，吉沙摩，啊，心情地福利用感转，就是恩人那那善良，哦，啊，这个饭吼，就是拢讲讲好话，哦，啊，讲好话吼，做好代志，做善事啦，哦，啊，心啦。太多啊！不影响别人。自然你就安尼做的是自然咯、喔，自然迄个福气就会来。就是开工大吉啊，春啊，然后满啊。庙方贴心准备吹风机，让民众把春联吹干。民众索取春联，替家户增添喜气。新的一年到来，慈云寺举办一系列的义文活动。今年疫情已经趋缓了，所以我们也是要那个义文活动，也是要办绘画、书法，什么都要办啊。元宵节要办，还有我们那奖学金要发放啊。因为等一下要把那个。像虎灯，虎年的虎灯，金虎年的灯哦，卸下来啊，过几天装上去这个玉兔年的那个灯，很多人来点灯，欢迎大家来点灯，保佑平安健康。除了免费春联索取，慈云寺特别邀请剪纸老师现场大秀手艺。这是兔年送给，就祝我们本寺呢香火鼎盛啊，大家新春愉快啊，大家健康。农历十二月十五号哈，都送春联，还有我们这个明老师哦，这个整柱是很难得的，啊，今年是玉兔年，我很喜欢他送给我两户。迎接新年到来，慈云寺提前过年，广场上主题灯红兔大展，预计在过年前组装好正式亮相，欢迎民众在过年期间来到庙里走走，感受新年喜气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